你已经成为一名超级英雄，我怎么感觉不出来我是超级英雄？你们觉得搭配很奇怪吗？Hello，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奥特曼，欢迎回来我们的漫威模组啦！哇，我们这个身后仿装甲啊，仿浩克装甲，我到现在还在念错，反浩克装甲呢，哦，真的是非常的帅气哦！我真的觉得这个模组呢，怎么讲，每一个模组的还原度都非常的高哦，真的呢，我真的觉得这个，以我现在玩到现在目前为止啊。先撇除一些动作技能不说，他的这个模组的完成度真的非常的高。你自己看这个反浩克装甲的细腻程度，你就知道了。连光泽都做出来了，欸，真的很棒欸。我真的觉得，目前为止啊，除了钢铁人以外，这一只我就最爱了。啊，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一样跟我一样的想法？啊，除了钢铁人以外。啊，这个仿浩克装甲也是挺棒的。然后就有人说，老头这不是冒险圣歌的巨像吗？其实还蛮像的。嘿，老头考虑可能就是到时候冒险圣歌那个颜色哦，稍微仿照一下这个反浩克装甲的这个涂色好了。啊，稍微来模仿它一下，应该模仿得出来吧？对啊，就黄色、红色以及这个青色。啊，那应该不难模仿啊。到时候我再把我的巨像模仿一下看看好了。好吧，那我们今天呢，一样啊，就是继续召唤我们的漫威英雄啦。那一样有一些漫威英雄他是没有出现在工作台的，所以说呢，我们直接最快的方法呢，哦，就是直接去我们的 ACN 的模组来看一下，啊，里面就已经有包括工作坊里面的模组了，所以说我们就不需要看工作坊的东西，哦，我们从这边看是最快的啊。哎，他这边还有装备哦，可是很奇怪，怎么这个美国队长古洛战役？有点想装，冲看看会怎样，好不好？我有按吗？啊，我有按，我只是没有把这个叫出来。我看一下穿上去会长怎样。这个是奇异博士的裤子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再装上这个。哇塞，这是什么？还有加能力哦！你已经成为一名超级英雄。我怎么感觉不出来我是超级英雄？你不觉得搭配很奇怪吗？他，啊，到底有多超级？我的能力值有提升吗？哎呦喂，个十百千万十万，靠腰穿上去鞋，脱下来，外鞋都爆棚了，哇塞，哇这个是永久性的，哦，我怎么突然觉得我瞬间啊变成他妈超强的？那，啊，这也太好笑了吧！来，这是奇异博士的裤子嘛，对不对？然后之后穿上这个，哇这个。防御就加多少？个十百千万十万二十万，哇！装上去感觉自己啊，比以前更强了这样子啊。我依然没有穿裤子，欸，而且那我裤子还我的内裤还破掉，哇塞！我是有多穷啊 ？Oh my god！ 哦，突然有点想先看一下这个东西了，本来今天要先召唤的啊，护甲、蜘蛛人紧身衣、完整的无限手套哦。我觉得这个晚一点好不好？还是你们想要现在先看？好啦，无限的完整手套，先来弄一个出来好了，然后再弄一个蜘蛛紧身衣，哦，法师的上衣，这奇异博士嘛，好像没有裤子，有，不仔细看，现在才发现有，好，那既然的话，我们可以暂时变身成这个美国队长，来，我们装上美国队长的裤子，哎呦。有帅呢，这真的挺帅的，我觉得。可是我的脸还是一样原始人的脸，哦，这个 coser 稍微有点失败哦。然后呢，是蜘蛛人 ，Spider-Man， 哇，我化身成 Spider-Man 了。话说，化身成 Spider-Man 能力一样吗？也是变成一名超级英雄，但是呢，好像也没什么能力，就单纯是你变成一名超级英雄。血量大概就是一致，就是说这一整套穿上去，比方说整套啦，你上面这个身上的这个装备呢，上衣啊，装上去之后，你的血量就会这么多，耐力、氧气、食物、水都会这么多，然后就是非常的夸张，哦，然后再来是奇异博士，真的好奇异哦，我觉得这个还蛮适合我的，因为我胡子有没有？哇，感觉好像什么大法师那种感觉，好，我就决定了，今天就穿这一套。
好不好？决定今天就穿这一套了。哦，啊，那我要干嘛？啊，对，无限手套嘛，对不对？我看一下，无限手套在哪里？我看见了，哇，可装备这个护甲5924000，装哪里啊？装在右键上面。Oh my god， 我的手，啊，怎么攻击？看一下，你戴上了无限手套，成为了弹指成灰的英雄，一个响指的力量，弹指之间的力量。哎，我也倒想看一下，让我看一下手套长什么样子。我靠，超帅的！我把我的上衣脱下来看一下，哇，两只手都是哎，是直接给你两只手哎 ，OK， 直接两只手是吧？奇异博士戴上我们的，戴上我们的力量手套会变怎样子？我们先找一只怪挥一拳看看好了。Hello，Fire， 你搞阿骗，弹指之间的力量抵到而已。我没有感受到弹指之间的力量，你在骗我？难道要按什么指令之类的吗？没有。不过你是打不死我就是了。说好弹指之间的力量呢？嗯，那也无。Ctrl 没功能。我怎么突然觉得有一种被骗的感觉？只是一个噱头而已吧，我觉得。外观 skin。好吧，算了，不管了，我们就以这个方式呢来进行我们的英雄召唤。OK， 我们来看一下哈，我记得上一集有人说想看索尔嘛，对不对？我们今天呢就来稍微看一下索尔好了，反正我也没看过。哎，索尔是你，来索尔，我来看看。哎呦哎呦哎呦，帅哦！我们的索尔，哎，这索尔不是后面的版本吗？我记得前期版本。雷神索尔一的时候不是这样，是应该是长满胡子吧？他这个版本是新版的，好像是雷神索尔之后，好像第二集吧，还是复仇者联盟才开始吧？哇，蛮帅的，我的雷神之锤好像也变了，哇，整个帅气哦！哇靠，看一下，这是什么？丢搞你！哎呀，这边有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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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啊，让他丢搞你！哎、欸，又按到了！我靠，雷神之锤，再一次。哦，这个就比较稍微有点气势，而且还有 BGM， 行。哦，多多少少不是 BGM 啦，就是会有一些音效啦。可是这音效怎么感觉好像是恐龙在吼啊？而且你不觉得它的这个后面，披风的部分呢，稍微有一点生硬哦，感觉好像是不知道是谁家的那个浴巾直接披在上面那种感觉，还是不知道是谁家的那个门帘。哈哈哈！哦，我被你这样子一讲哦，好像感觉真的变成这样子了，回不去了，回不去了。看一下打多少？嗯，479万。C 键有没有功能？没功能。虽然看起来我在丢搞，但是我的攻击却是他妈连续的，有没有超级连续伤害？我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了，我的天哪、啊！很可惜，一样只有左键跟右键哦，在空中好像没什么攻击。之前好像有人跟我们讲什么钢铁人 AKS 长按，然后还是可以干嘛的。哦，这个待会我们再试试看哦。有人说什么有些技能是需要长按，比如说 AKS 按久一点，然后就会出现什么技能，像是雷神说 AKS 9按久，AKS 按久好像没什么东西发生哎，完全没有。好像这雷神说的就真的就只有左键跟右键而已啊，没其他功能了，真的有点小小的可惜。我是觉得他每一只角色的一些专有的技能哦，像是蜘蛛人可以摆荡啊什么的，这些特殊的一些东西需要，我就觉得应该可以适时的多做一些吧。对啊，不然的话你看，感觉就做左键跟右键稍微有点略可惜的点。略可惜的点，对不对啊？对，讲到这个钢铁说 AKS 按九还是浩克啊 ？AKS 按九有什么功能？没功能。这家伙应该是老样子，左键跟右键。对啊，钢铁人呢 ？AKS 按着没功能 ，C 按着。这个 C 很早就有啦、
好，看像是这个的话，是有多加像是 C 键的功能。我觉得每一只英雄应该要有 C 键的技能，感觉会比较好。不然的话，能攻击的种类太少了。然后看像这个应该要有 C 技能啊！你看身上这么多装备，不拿来善用实在太浪费了。哦，然后之后作者就说，作者搞不好就会说，给我钱啊！你没给我钱，讲那么多屁话。哦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好吧。好吧，我们刚刚雷神索尔跑出来了，大家长这副德性。哦，我只知道这个是后来版本的雷神索尔，胡子剃掉变短发了，以前是长头发绕腮胡嘛，现在是完全就是一个看起来非常利落的雷神之子。哦，非常的利落。好吧，那我们接下来看下一只，我们来看看，我们这一次用谁啊？啊，我们来一个比较冷门一点的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战神哈蒂斯。这个你们应该不知道是谁吧？你们玩过战神三？战神三里面有一只叫做冥王哈蒂斯哦，他是掌管冥界里面所有的一切哦。然后呢，我们上次给你们看的这个、啊、赫尔墨斯啊，他就是不知道是掌管，好像是掌管瘟疫吧？战神三里面有很多神都是掌管不同东西哦。然后呢，这是我们战神三里面的男主角克雷多斯，好不好？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冥王哈蒂斯，看看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我靠，哎，哎呦，挺大只的，哎，哦呦有哦，这个冥王哈蒂斯的气势有出来哦，哇，哇，挺帅的，我觉得。可惜应该是没有办法丢出钩锁吧，看来是真的没办法，哎。因为他的这个武器的特点就是可以把钩锁丢出去，勾取别人的灵魂，而且这个钩锁也做的有点太大了吧？而且冥王哈蒂斯的钩锁应该不是长这个样子的啊，我觉得他这是另外加上去的。不过他这个身体呢，的确是冥王哈蒂斯没有错。哦，那这时候被克雷多斯干翻了，很可怜。我记得他。冥王哈蒂斯好像是第一只被杀掉的神吧，在那个战神三的时候，哎、欸，不对，哇，怎么那么烂啊？怎么那么烂啊？79，冥王那个战神三第一个被杀掉的神是海神波塞顿，然后第二只才是冥王哈蒂斯，然后后续我全部都忘记了。我看一下他什么功能，左键，巴拉巴拉巴拉，哎呦呀，哎呦呀，哎呦呀，100多万。好了，没功能了。What the hell？ 拜托，来点技能。哎、欸，我这是不是有火焰效果啊？哎、欸，这300多万伤害蛮高的。劈完之后，持续燃烧火焰，看一下。Bang！ 有哎、欸，这是后，这是慢慢的那个效挥发式的，有没有？放完之后才会慢慢造成伤害，它不是立即性的，非立即性的伤害。哦，完全是非立即性的，嘿，把它丢掉，非立即性的、啊，好不？这是我们的冥王哈蒂斯，而且我刚刚好像在选冥王哈蒂斯的时候，好像有看到一只角色，应该不算是角色吧？他最后一个写原始角色是到底是什么东西？我觉得我应该卖个关子，我们下一集再给各位看一下这个是角色是什么，好不好？我们今天差不多先到这边结束，好不好？对啊，我觉得应该结束了，反正就稍微介绍个两三位，嘿，然后就可以这样子混水摸没有啦，就是，哦，反正大家看呢也引起大家好奇心，大家也有满足一下好奇的欲望嘛，是不是？对呀、啊，对不对？我有没有说错？有没有满足到你们？还是没有？啊，没有的话就下一集嘛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就下一集再见啦，对不对？今天给你看到雷神说还不够开心吗？给你看到奇异博士，哦，还有无限手套，不开心是不是？好吧，那我再换一下好了，我们换一下美国队长好不好？哦，其实我真的觉得美国队长的衣服也蛮帅的，你看，哦，帅气呢，我、哦、胡子在刮一刮啊，我不就真的是美国队长了？啊、我记得我要剪刀嘛，来刮一下胡子好了。啊！我都把我发型剃了，稍微留长一点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面部的部分，哦，再加一点点小胡子，那、啊、是不是？啊，这样有没有像美国队长？好啦，不像就算了，我也没办法，我已经尽力了，好不好？啊，这美国
美国方舟队长，可以了吧？这样有不开心？好啦好啦好啦，我觉得今天差不多先到这里结束了、哦。一样哦，如果喜欢我片的，记得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喜欢或下方留言。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集漫威魔术再见面啦，拜拜。